据韩国媒体报道，曾出演过韩国 MBC 电视台综艺节目《我们结婚了》的演员宋在林和金素恩有望通过 SBS 电视台新剧《我们的假顺》再会。最后，金素恩所属经纪公司表示，金素恩确实收到了《我们的假顺》的出演提案，但尚在讨论中，并不确定。此前，演员李赫娜已经确定出演《我们的假顺》，但在剧本排练后，认为与制作方之间的方向不一致，最后决定下车。制作方随后向金素恩发出了出演提案。金素恩有望在剧中饰演想要投考公务员考试而以打工维持生活的女主角假顺，宋在林则在剧中饰演硬要准备公务员考试而无法结婚的男主角。另外，电视剧《我们的假顺》将接档周末剧《对，就是那样》于下个月播出。一样，只相信